千年以前，世界分为两界，青川和凌渊。每逢夏末秋初的盂兰节，青川和凌渊将会互通。姐姐，我的伞好像卡住了。你也太不让人省心了。就在这一天，我也来到了青川。灵官们来到青川，视察他们掌管的自然规律，祸福生死。而人们的生老病死，都会被天机婆婆记录在天机册中。不管是皇亲国戚，或者平民百姓，都由她来统一管辖。而我，则是天机婆婆的贴身侍女。真羡慕他们，在青川的知名度这么高，还有自己的花灯。别找了，这都过去800多年了。经过这几生几世啊，说不定你的小桃相公现在正怀抱美人，饮酒赏月呢。好香啊，好像有人在供奉神明。求凌渊大帝保佑我娘长命百岁。接个环。啊。早日拥有自己的花灯。